见你，浪漫而澎湃的奇迹，交换了生命的诚意。青春它以你我全部的名义，打开沉默的程序，从此有自己也有个你，颠簸却兴奋，一起跑下去。距离，别乱动，头骨老实点，画面清晰，蹲好了。Thank you.
嘴！我真的没骗你，再晚几分钟他就没命了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？不行！闭嘴！鉴于店内情况复杂，由一号根据现场情况统一调配指挥。葛能有注意，接连警示接到突击队的任务。是。队长呢？他是手雷拉掉保险，只要不松手也是没事的。他现在不是没炸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握紧他，我会带你出去。然后呢？换个地方让我炸死我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。刚才挺勇敢的，做什么的？外科医生，我刚毕业。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。我控制不了，是交感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。看来学习还不错，可是您再分泌的话，咱俩可就没了。那我不分泌了。叫什么呀？米卡。还有姓米的呀？那我怕姓米，我怎么办啊？米医生，听好了，我现在需要你站起来，跟我走出去。我不可能，我走不动。万一走路上的时候他炸了怎么办？我一紧张，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。我还没结婚呢，我也没有恋爱呢，我不能现在就死了。什么？我不可能。米医生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米医生，这事儿没这么复杂。你现在跟我走出去。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的，但你要是不走，那咱俩就只能领盒饭了。
听明白了吗？相信我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慢点，我慢点。抱住我。报队，准备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数三声，你放，我按，从拇指开始。一。接下来四分也是一样，食指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中指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最后两根无名指。一、二、三，还有一根，坚持住。一、二、三，那你怎么办？不是警察，知道你丢三落四的，早就给你放到包里了。你说我要没有你，我怎么办呀？哎呦，我最近急救院培训，一周要走好几天。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知道啦，米医生。走吧，吃饭来不及了。维生素、蛋白质、糖分精准搭配。一天呢？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，这不得幸福死啊！小曼，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。
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。已经是第三次复发了，开刀、化疗、放疗，什么手段我都用过了，临到头了，我不想再挨刀子。我知道，我们米开想要做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坚持下去。但是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就让我走吧。实在是有点疼。不行，小时候我被狗咬，你救我。受了伤，留下一大耳环吧。现在我要救你，你不会走。害死了全体所有的。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下的话，刚才的演习，全体机组成员一共犯了四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哎，就这培训，估计也就走走过场，还搞个什么结业证，真多余，还跑到这警察训练基地来。这叫警民共建，你懂吗？我们医生都是需要学习紧急救援的，必须拿到这个结业证才行。新来的医生都得学。想当第一吗？第一个什么呀？第一，在劫机发生时没有人去按报警按钮通知驾驶舱。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。我怎么会拿不到呢？也是，这个训练啊，也就跟大学的那种军训差不多。第二，没有人敢与劫匪进行交流。弄清他们的目的，稳定他们的情绪。什么跑跑步啊，练习练习走走正步啊，集合前吃饭唱歌，团结就是力量。真的，你就看这地灰不拉几、土不溜秋的，估计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。第三，缺乏对乘客的保护意识，小孩的哭喊声是特别容易激怒劫匪，所以要尽可能的把小孩转移到离劫匪距离较远的地方。谢谢哥哥。糟了，怎么了？这个院办贺主任，听说她的老公就是特警大队的大队长，也是因为他的关系，咱们才来这里应急救援培训的。知道你还胡说八道。第四。机组成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攻击劫匪，置人机安全于不顾，所以面对劫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激怒劫匪。这个两年一次的应急救援培训是我们医院一贯的传统，通过培训使学员掌握必要的技能，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的创伤事件时，你们可以提供有效的现场救援以及及时的医疗救护。我介绍一下这次的培训教官，是猛虎突击队的副队长树文波警官，大家欢迎。各位学员，你们好，
我是你们这次培训的副教官舒文波，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。大家辛苦了，谢谢配合。这好帅，听说他叫邢克磊，是他们的队长。哎，要是我能够被这么帅的人挟持。首先我代表猛虎突击队欢迎大家入营训练。其次，我宣布一下训练内容。本次应急救援培训，把他烟拿上来。是。训练手册上写的很清楚，训练营不允许抽烟。这个东西我先替你保管，出营后找我来拿。不用了，哥，您留着抽吧。我是教官，不是你哥。本次应急救援培训为封闭式培训，为期两周，理论课30%，实践课70%。课程内容包括体能训练、综合救援、创伤急救和综合模拟场景演练。我们都是医生，创伤急救这种还要他们教吗？就是浪费时间。都听清楚了吧？说。我们能请假吗？这次是封闭式培训，晚上也会有临时的紧急集合，因此没有特殊原因不得擅自离开基地。请假必须要有请假条，由我们主管教官签字。就找你签字呗。我再重申一次，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。现在，所有人回宿舍换衣服，10分钟后操场集合。男女都要，立正。向右看，进。向前看，上。快点！腰腹用力，货币可耻。你们俩各加30。喝点水吧，两位美女。谢谢。不喝。哎，春涛，你怎么不帮我们俩拿瓶水啊？就是。去。我这腿已经无法支撑我站立了，拿不了。也是，我刚问教官了，一会儿就吃午饭了，我给你带了牛肉酱，一会儿拿给你啊。我不要，我最近吃素。你最近怎么又吃素了？你管我那么多。哎，你今天下午不是要请假吗？嗯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最近这个可是封闭式训练，那个舒教官没那么容易让你出去。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，但是这邵雨涵博士是全球顶级的艾伦医学中心的神外专家，他这次来咱们医院做交流，我一定得见到他，他能帮到小马。那就只能希望那个扑克脸通融一下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扑克脸不算什么，邢克磊才是极品变态。谁啊？就是咱们的主教官邢克磊啊，人称灭霸，已在训练场上毁灭所有人为己任。上一届咱们两个师兄的结业证就差点被他腰斩了。据说这是龙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队长，据说是立了1等功，破格提拔的。有那么神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见过最牛的特技，以寡敌众，毫不含糊。那面对手榴弹，抖都不抖的。那邢克磊在他面前，应该就是小猫猫。哎，
总之天地有正气，有他没天理。亲爱的米卡同学，祝你好运，千万别背他。那完了，我就叫米卡，他不卡我卡谁？估计会。大家准备集合，去吃午饭。舒教官，那个我们俩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下午的训练我们想请个假。培训不仅训练的是你们的体能，更重要的是意志，所以你们不能。哎呀，教官。我们两个来例假了，衣服都脏了。好，那批准吧。谢谢教官。可以啊，那当然。我张青青没什么在行的，除了对付男人，尤其是这种一说话就红耳根子的男人，最好对付。邢队长，谢谢你啊！我们这条国际航线呢，沿途经停的两个国家都是暴力活动高发区，而且机场管理也比较混乱。之前就发生过两起把违禁品和武器带上飞机的事情，你们能够来进行这个反劫机的训练，真是非常重要。这样我们的航班就有了很好的保障啊！警民协作也是我们的工作。罗婷和李念下午会留下来教他们几招，不行都还有事，先走。好，那再见。哎，你好，罗警官好。邢教官，李警官好。邢教官，两位辛苦了。请问我能加您一个微信吗？对啊，万一以后有事还可以向您请教呢。是啊，我也想加，我也想要。好，好。谢谢邢教官，谢谢。那就拜托了。那应该的。训练怎么样？我马上回去。后面的都跟上。同学们，跑起来！坚持就是胜利。坚持住。后面的跟上。加油！没事啊，失败。也是成功之母。我跟你说，我再练一下。我实在是跑不动了，我在跑。我跑完等一下，是要完全请假。哎，他是跑马拉松的吗？你不知道吗？舒教官，我下午有特别重要的事，麻烦您能批准我出去吗？入营手册上写的很清楚，出营要向主教官请假。那主教官在哪？还没来。那他不负责任，不能为难我呀。来帮忙。微信行吗？这不符合规定。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。但纪律也是死的，是绝对服从。喝点水吧。我不喝。喝点吧。不想喝。请到假了吗？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啊！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去见少主任。那怎么办啊？偷跑！小点声，这刚点完名，一会儿半会儿呢，他是不会再点名了。我就趁着大家一起跑下山的时候，我就偷偷溜走。不行嘛，你不行也行啊，我只能赌一把了。
干什么呢？什么年头了，还有女土匪？想抢点什么呀？我着急去仁心医院，您能捎我一段吗？我实在打不到车了。上车吧。谢谢。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是那个仁心医院的医生。然后在这附近的特警队集训呢，你是做什么的？警察。跟你们单位还真有缘分。叫什么呀？我叫米卡。叫什么呀？米卡。哎，还有姓米的呀？那我爸姓米，我怎么办呀？米卡。训练怎么样？就是一些基础的体能训练，挺形式主义的吧。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想拿个结业证，然后评个职称啊什么的。你是这么想？我没那么想，我是希望以后真的能上了急救的战场，能学以致用，不拖后腿。还挺实在。哎，谁教你们呀？树教官。他怎么样？教的好吗？挺好的，兢兢业业的。稍微有点轴吧。不过听说他比那个邢克磊强多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邢克磊是主教官，那一整天都没露过面，我觉得他特别不负责任。那在请假还必须找他签字，害得我差点没出来。那你现在是？我后来是打电话。请的假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邢可磊，我觉得他也不怎么样。哦，是吧？那你们私底下怎么说他呀？据说就是他特别凶，然后在训练场上的时候就以毁灭我们为己任，见到他毕竟要鬼还吓人呢。哎，他不会是你领导吧？凭什么他是领导，我是下属啊？你年纪这么小，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啊？哎呦，你堵车了呀？着急啊？我怕赶不上了。坐好了。说邢克磊的那个事儿，你别跟他说，要不然我倒霉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。还有，我怎么给你钱啊？微信转账可以吗？不用了，我又不是来拉活的。行，下车吧。那谢谢你啊，那有缘再见。
赵医生已经进那个手术室了，纸包也准备好了。然后他们领导正在讨论呢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未来，这回可是省外主治医生以上级别才能参加，你这样溜进去行不行啊？人家的注意点都在那手术直播呢，谁看我呢？还是风险太大，低龄患者做清醒开颅手术，全球案例不到100宗，麻醉要求高，手术难度大。莫小辉，我们在你的左颞呢发现了一个瘤体，这个瘤体很靠近你的大脑语言功能区，所以我们决定给你做一个腹中唤醒手术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一会儿让麻醉医生先给你麻醉，麻醉之后我们先开颅，开颅之后再叫醒你，我们继续进行手术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放松点，小手术。开始麻醉。好的。是啊，患者年纪啊实在是太小了，我们现在还无法预估，以他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是否能保证在清醒的状态之下，来完成像这样的高难度的开颅手术啊？患者的肿瘤接近他的运动语言区，传统手术确实风险很大，会破坏他学习功能。邵医生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。患者现在进入浅睡眠了。低麻醉深度下手术会引起癫痫，万一术中抽搐就麻烦了。邵医生，病人的骨脉已经卸下了。降低麻醉深度。好的。帮我用冰水清洗脑部。是。测试他的左手功能。好。莫小慧，你试着动一下你的左手。没有问题。邵医生，癫痫了。院长，他如果选择的是传统开颅手术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是啊，要是患者持续抽搐，必然对脑功能有严重影响。这个有些复杂。用冰盐水冲洗术区，降低皮肤兴奋。他事先准备的冰盐水是关键。邵医生，病人脑部恢复稳定。继续。小丽，啊，帮我测试一下他的右手功能。是。莫小辉，你一边捏一边数数。明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，邵医生，病人右手出现了轻微的麻痹。是不是要停止手术？继续。对了。患者出现手部麻痹，
说明肿瘤已经非常接近他，控制他手部的神经，据悉切除风险太大了。院长，这个方案呢是有点太冒进了呀。邵医生，已经切除80%的肿瘤了，还要继续吗？我说继续。是，继续。手术完成，加深麻醉深度。邵医生啊，不是冒进，是他之前做了所有的医院，把恶性肿瘤控制在5%以下，对病人后续有效生存时间至关重要。邵医生出来，张院长。邵医生，辛苦你了，在各种功能没有遭到破坏的前提下，你最大程度把患者的恶性肿瘤给切除了，为患者提供了最大的生机。医学发展到今天呢，我觉得不光是要让病患活着，还要活得很有尊严。不辛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邵医生，您的手太稳了，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。对呀。刚才多险啊，幸亏你随机应变，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偶像。来，过来。张扬是吧？是。病人呢是有脑癫，在术中发生抽搐的可能性非常大，这个是可以预见的，所以这不是随机应变，是要在术前对每一个有可能突发的状况做最详尽的预案。还有你刚才说的手稳这个事儿，靠练不是靠嘴说的。好了，张院长，我们去看一下 ICU 的病人。去。幻想一个未来，拥有一片星海，在某一刻看你向我走来，孤单经过人海，看别人的精彩，而我的心在等谁来主宰。因为一个意外，轨迹已经更改，多么真实，从现在到未来，不愿给谁伤害，也不愿有遗憾，可命运总是沉默的留白。所有的美好都在一瞬间，像真实的存在，怎样给你安全感，但是我想让你依赖。遇见你是意外，命运为你更改，多么真实，从现在
命中注定是我。